啊，放气儿啊！这俩大哥生吗？牛不张嘴硬掰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瞅。我没吃吧，没吃啊。啊，操你妈！我操！告诉他张嘴，不张嘴就掰他了。你告诉他。那大哥，我吃多了，这家伙。下楼了。上午天上一冷，现在我就趴着，肚子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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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得还不太那么太狠。不狠。我挺狠。那么那么。那么那么。那么这样的眼睛酸。这个神经撸的。这直接就能插胃里头去啊？别让溃着，溃不了插不进去。哎，这么着拧着中吗？拧着插不进去。也是招啊，吃能放出去。这都是师傅。哎，整弄谁吗？哎，上气儿了，这意思啊？那喝肚子，那叉子，那肚子，那那边，快点！快点！我他妈的就你知道他就这样了，你还得快点，你真糟人呢。吃完过了吧？那咋的？那就是十啊。是软过点了吧？下去了吗？就是放完气儿，你把那脑袋低下来。你知道往外动着呢。啊，低下，低下打。往里怼，不够长。这东西跟打现在咱们体能是一样。那瓜子最少能干你一半去，一大半去。往里怼。不够，那都已经这个坠出来了，这半米了，在里头，那你就放出来了。他是怼了一小块，拿出一大块，搞了咕噜咕噜咕噜噜，那就出来了气儿。这前咕噜好气儿哈，好气儿，你没放了，你拿手哈。消消多了，消多了。还得放吗？不放了。放，往里怼的，看还放出来了我。不给他这么给他放点水洗它不行吗？他有洗胃的，那得粗管，就是放气儿，鸡巴软管。啊，放气儿的。那明天买粗的。有一个呢，在人怎么不扔老阿那了吗？给老阿放气儿了吗？你们粘膜说的。啊，胃粘膜。啥胃粘膜？胃液呢？哈喇子就是啊。哎，有哈喇子应该中啊。我的谁？不查、啊，往里塞，一米五的管，管子细，你扫出不来。削下去了吗？那个管子拿下来，你白嫩着了，嫩软过了吧？还有点。啊，